五月，据日刊体育独家报道，7月1日，安宰贤的生日派对存在误会。具惠善上个月21日通过 SNS 表示，安宰贤生日那天想吃萝卜牛肉汤，我从凌晨就开始准备煮了，但他只吃了一两勺后就去外面和别人一起过生日了。但实际上与具惠善的主张不同，据两人亲近的人透露，安宰贤在7月1日吃了具惠善煮的萝卜牛肉汤后，前往了剧本研读地点，之后去参与电视剧剧本的研读，结束后他和演员们、剧组成员去吃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